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国防科工。都说啊，飞行表演是一个国家空军实力的标志。周恩来总理就曾经说过，一次成功的飞行表演胜于打下一架敌机。在本届航空开放活动中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八一红鹰、天之翼等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了。三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能、不同表演风格的飞机齐聚在一起，为观众带来一场场惊险刺激的表演，真的是让人大饱眼福。老师，刚才八一飞行表演队做的这些表演动作里面，它都有什么难点呢？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六机践行队，这个他所做的这个筋斗，我感觉到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个在于它飞机比较多，六机；第二，队形比较密集，飞机之间间隔距离是很小的；第三，要做一个大速度、大过载、大动作量的一个垂直机动，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多机保持一个完整的协调一致，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动，对一个编队的长机和编队过程中每一架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一个考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协调一致地完成这样动作，而且非常优美地完成这个动作，是飞行员这种素质的一个体现。他在实战过程中间还是有这个应用的这个价值的。当需要进行这种密集编队超低空突防的过程的时候，这种队形是可以用在实战这个中间的。而且呢，多架飞机进行密集编队的时候，在雷达反射面上，它可以利用雷达分辨率比较有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让对方不能够具体的分辨出我这个编队中间到底有多少架飞机，实际上容易让敌人进行误判。所以这种密集编队是有它的实战意义的，而且这种密集编队呢是可以进行复杂的机动，让对手看起来就像一架飞机一样，所以我可以达到有效的欺骗敌人这个目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与美国的雷鸟、蓝天使、俄罗斯的勇士、雨燕并称世界五大第三代超音速飞行表演队，在本次航空开放活动中，它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八一飞行表演队先后飞过六种国字号机型，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一代机到三代机，见证了空军装备的升级换代。2010年，八一飞行表演队正式换装歼十表演机，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综合作战效能达到国际同类战斗机先进水平。中国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用三代机进行飞行表演的国家。凭借歼十优越的机动性，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空中表演更加刺激优美，充分展示了人民空军的战斗力水平。在国际上，一套新的飞行特技动作需要训练一年多的时间，但八一飞行表演队仅在换装六个月之后就形成了表演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八一飞行表演队六次飞出国门，向海外展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新时代中国空军风采，被誉为国家形象名片和强国新军窗口。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八一飞行表演队与空警2000组成九机编队，拉出7道绚丽的彩烟，飞越天安门广场，展现了新时代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捍卫空天的豪迈气势。选用歼十战机作为我们这个表演飞机，这也是代表我们国家整体的一个能力水平嘛。歼十是我们国家自主生产、自己设计生产的这种第三代战机，也能代表我们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水平，也代表我们空军装备的这种主力战机的一个水平。歼十呢属于超音速战机，而且呢它是采用这种数字飞控系统，飞机反应非常灵活，因为本身它是一种作战飞机啊，改到用到表演机上，飞行员
稍微动一下手上杆上动一下，它这飞机状态变化非常快。对于单机表演来讲，它就非常灵活，啊，飞起来非常顺手，这个转弯半径也好，对它这种状态控制也好，有非常大的优势。但对于编队来讲，可能对后续的飞机呢，就我们所说的僚机，最靠后的飞机，它的编队难度要增加很多。不管是航空大学的红鹰编队，还有天之翼，它只是机型的不同，啊，但是对于动作来讲，可能这个动作适应高速飞机，那个动作适应低速飞机，有可能低速飞机呢那些动作呢，可能高速飞机它做不了，或者是能做，但是带来的这种危险性更高一些。与使用歼十超音速战斗机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相比呢，虽然他们使用的是速度要慢得多的较八型喷气式教练机，但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他们却飞出了完全不输给歼十的各种高难度动作。交叉过后，这架飞机将给我们带。八机钻石筋斗又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表演时八架飞机要在大速度、大载荷、大动作量的条件下保持队形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飞机的间距在地面观众看来几乎是贴在了一起，这对巴西编队飞行的精准度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飞行员在座舱内需要不断地修正偏差，要求手、脑、眼、脚高度配合，注意力快速分配，整个动作过程中调整余地非常小，手上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导致相撞。交叉，四机编队垂直跑道，调整至准备交叉队形，迅速交叉而过，惊险动作震撼心灵。这个动作四机高度低，相对运动速度大，两架飞机将超低空水平交叉，另两架飞机垂直跃升交叉。交叉时离地高度和两机间隔近5米，交叉时我们肉眼看到的飞机间距几乎为零，相遇时四架飞机相对时速高达每小时1000公里。丘比特之箭，红鹰飞行表演队最为经典的保留动作，两架机在空中分别自下而上拉烟，画出半颗心形航迹，随后一架机在完整的心形呈现时拉着白烟穿心而过，一副丘比特之箭的精彩画面赫然现身空中。这是红鹰表演队以蓝天做画卷，以战机做画笔，表达对家国的深切爱意。红鹰飞行表演队作为中国空军在改革强军中成长的一支学院派飞行表演队，组建于2011年3月，是空军首支飞行院校使用较八飞机的飞行表演队。他们当中有特级飞行员3名，一级飞行员18名，平均飞行时间1200小时以上。红鹰表演队使用喷气式教练机，与国外知名的学院派飞行表演队，如法国法兰西巡逻兵、英国红箭表演队一样，红鹰飞行表演队以飞出极限、飞出惊险、飞出壮观的震撼表演，曾在中国航展和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精彩绽放，展示了飞行表演队的过硬实力，彰显了中国空军逐梦空天的豪情壮志。较八出色的操控性能和相对较低的速度，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的特技动作别出心裁。除了最经典动作一箭穿心，八机钻石队筋斗更是红鹰表演队的特技绝活。2019年10月1号，红鹰飞行表演队迎来了最为荣耀的一刻，作为空中梯队压轴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拉出7道彩烟，与天空交相辉映。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红鹰表演队的队长张林斌队长，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款较八飞机的性能。嗯，你就带着我们看一看吧，咱们绕着飞机走一圈。咱们这个较八飞机呢，就是它是一款中级教练机，就是下面衔接出来六，向上呢可以衔接这个更好的高级教练机，它是一个学员进行喷气式飞机基础训练和基本战术训练的一款飞机，它主要就是高性价比。
操纵比较简单容易，是学员呢比较容易学，它那个性能呢又可以涵盖比较广泛，从低速到高速它都可以涵盖，所以它这个对飞行员的喷气式飞机的基本驾驶术培养和这个基本战术培养，它主要进行这方面训练。那其实就相当于给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打下了一个基础啊。对，这个因为你这个飞行员他所有的基础训练和飞行素养的养成，基本都在这型飞机上就是已经给他完成了。飞的时候，学员就坐在前舱，教员呢坐在后舱，他所有的设备呢，后舱可以控制前舱。是以拉烟罐在那个位置，就这个整体这个就是拉烟罐，这里边可以装两种颜色的彩烟，它是以飞机的航炮吊舱为基础进行改进的、改装的。彩色的液体是通过冷气进行这个管道给它推出来之后，到我们口从这儿喷出来，实际上是液体，发动机的这个高温气流给它进行雾化，喷出来就是咱们看到的彩色烟袋。我们国家空军的飞行员的这种培养啊，是分为初教阶段、高教阶段到部队改装训练阶段这三个阶段。高教培训阶段使用的就是教八这一型飞机，它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一个高级教练机，在1992年就开始进行设计这一型的这个飞机，1994年进行了首飞，到1998年，教八飞机就正式的装备了空军的飞行学院，开始进行使用，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教八飞机都是我们飞行学院中间高教机阶段训练中间的一个主力机型。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一个喷气式的，因为在高级训练阶段就是完成了从螺旋桨到喷气式阶段的这种训练。教八飞机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既可以用于飞行的教学，又可以进行一些战斗基础训练的这样一型飞机。我们可以看到它装备了一些火控系统，还可以挂载空空和空面的突击武器，在对空空目标进行攻击的这个方面呢，它可以使用这个航炮。对于飞行学员来讲的话，学会使用这个空空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掌握如何使用航炮对空中目标进行攻击，这是它整个战斗技能中间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掌握了教八的对空中目标攻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火控系统的使用以后，在歼教七、在教九到教十阶段，它都能够比较平滑的进行装备的改进。对于改装的训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基础。所以教八飞机的这个使用以后，对于飞行员的这个培养，提高飞行学员的这个训练素质来讲的话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和八一红鹰飞行表演队使用的喷气式飞机不同，天之翼飞行表演队使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初教六型飞机。如果说红鹰的表演风格是惊险刺激，那么天之翼的表演则呈现出中国空军飞行教员们穿云破雾、凌越长空的大气。与红鹰一样，天之翼飞行表演队也是由空军航空大学组建的学院派表演队，是空军首支初级教练机飞行表演队。表演队成员全部来自教学训练一线的飞行教官，平时他们是潜心施教，培育飞行人才的园丁，飞行表演时他们是蓝天的舞者。依靠轻巧灵活的螺旋桨动力，飞机在低空低速领域机动性能优异，操控性良好。天之翼的很多表演动作是喷气式飞机很难甚至是无法做到的。九机验队九架飞机始终保持超密集队形飞行，每架飞机间隔距离均为5米，要求九名队员驾驶飞机精神高度集中，操作保持高度一致。两架飞机进行相向盘旋，在远端和近端进行交叉，远端一次交叉，近端两次交叉，远端再次交叉。这个动作需要两架飞机默契配合，精准操纵，才能保证交叉时机准确。四机剪刀机动，四架机俯冲增速，当条件成熟时，四机迅速向对方一侧压坡度转弯交叉。这个动作的惊险之处就在于交叉的一瞬间，一秒钟的空中精彩呈现，充分展现了天之翼表演队勇敢无畏、精益求精的团队精神。
有了歼十歼二零，但是我们可不能忘了出教六。虽然说出教六没有像战斗机、轰炸机那样的明星光环，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机种。如果说啊，优秀的飞行员是强大空军的根基之一，那么出教六就可以说是根基中的根基。10月19号，中国队队员驾驶出教六飞机，以3500分总分第一的成绩，摘得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空军五项飞行比赛的首块金牌。出教六，新中国于50年代自行设计制造并大量装备部队的第一种飞机。螺旋桨、单发活塞式、常规气动布局，双座初级教练机，曾创下从设计到原型机首飞仅用了72天的奇迹。1958年首飞后，迄今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飞行历程。自1962年定型后交付部队以来，安全飞行约1000万飞行小时。出教六能在土跑道或者草地机场起降，主要供空军、海军航校训练新飞行员，与高级教练机的训练飞机相衔接。这是一个基础的一种飞机，它呢不是用于作战，只是用于学员的打一些驾驶基础，就像学生一样，他主要从小学去起步，培养他这种良好的习惯。我们主要在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也是培养学员的习惯，并不是为了技术要有多好，它主要是养成，以便于后续呢飞更高的机种呢做好准备。在三代机已经成为空军的主战装备的今天，出教六一直是我国航空院校用于飞行员筛选、初级培训的唯一自主研制机种。在中国，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是驾驶着它完成了人生第一飞，为万余名飞行员开启了飞行生涯。杨利伟、景海鹏、刘洋等航天员也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个飞机承载了我航空飞行梦的梦想，也成就了我太空飞天梦的梦想。出教六实际上是中国空军的一个丰碑，到现在培养飞行员的初级教练机还是这个机型，说明这个机型它有非常非常优秀的飞行品质，没有飞行过的飞行学员用它来实现蓝天翱翔的梦想。这是个摇篮，我看到这个飞机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我也相信这个出教六机型还会为中国的空军培养很多很多优秀的飞行员。除了出教六、教八这样的专业教练机，像我身边的歼教七还有歼教九这样的歼教机，在飞行员培养与训练体系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更是飞行员培养与训练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飞行学员在出教六上学会飞行，在教八上掌握喷气式飞机的飞行特性，但要正式进入歼击机座舱，成为独当一面的歼击机飞行员，还要经过歼教机的磨砺与训练。歼教七在苏联米格21教练型基础上发展的一型双座高级喷气教练机，专门培养歼七、歼八战斗机飞行员，填补了中国没有两倍音速高级教练机的空白。歼教九拥有全新的气动外形，换装了涡喷13发动机，采用新驾驶舱设计和综合航电系统，各种航行数据都能在液晶显示屏上综合显示，与现役第三代战斗机基本一致。除了承担歼七、歼八等第二代战斗机的战术训练任务外，还能够满足第三代战斗机的训练需要。歼教九翼下可悬挂4枚导弹，兼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可随时投入战斗。除了歼教七、歼教九，还有一批歼教机直接配备在空军部队，除了担负教学任务，还具备完整的战斗力，可以执行完整的作战任务。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歼11BS 飞机。歼11BS 飞机是我国首款多用途重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承担不同种类的战斗任务，也可以有教练机的属性。在新飞行员开始飞歼11B 的时候，都要在这个歼11BS 飞机上进行熟悉跟训练。歼11BS 飞机它在作战的时候可以挂载不同种类的武器弹药，来执行对空对地的不同的任务。它具有比较远的航程和覆盖范围，它有更大的载油量，所以就有了更大的作战半径，
能支持我们更大的一些作战任务，包括海面上的一些任务都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相较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教练机，歼十一 BS 飞机更接近于这个同型三代机的战斗机，可以更好的培养新飞行员完成新的任务。从初教六教八到歼九九教十为代表的教练机呢，构成了一个完备的教练机体系，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飞行员。那么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教练机啊是空军战力的源头。王老师，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的的确确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从今年的国庆阅兵中间可以看到，庞大的教练机这个编队啊，是在整个空中梯队中间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中间包括有教十和教九这样的这个先进的教练机，它的的确确是展现出来我们的教练机是整个飞行员培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现在已经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练机体系，包括初教六、教八、歼教七、教九和教十这样的一个完整体系，都是我们国产的，对飞行员的培养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航空大学和教练机的这个训练是他们的整个飞行生涯的基础，到了部队以后要改装成战斗机，他们所使用的战斗教练机也是他们进行训练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教练机的这种体系的完善，对于飞行员的这种质量的这种提高，是一步一步的打好相应的这个基础的。所以有了一个很好的教练机，有了一个完整的教练机体系，对于缩短我们飞行员培养的这种过程，压缩它的时间，提高它的效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的。在刚刚结束的国庆七十周年阅兵式上，最后一个受阅梯队是由五架教十、五架歼教九和十二架教八组成的教练机梯队。这几型飞机全部是承担空军飞行员培训任务的主力机型，受阅飞行员全部为飞行教官。庞大的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向祖国和人民展现着人民空军飞行院校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创建，短短3年时间，便为即将诞生的人民空军培育出560余名各类航空人才。进入上世纪50年代，在东北航校基础上，共发展组成了7所航空学校，为成立之初的人民空军培养出第一批专业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些刚刚加入空军不久的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却表现英勇，击落飞行经验丰富的美军敌机300余架。经历30余年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民空军形成了飞行院校、改装基地和作战部队的3级飞行员训练体制。而今，人民空军走过70年，军事飞行训练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建立了初级、中级、高级教练机到作战应用训练的全体系训练流程，更加注重实战。从强调体系对抗的红箭演训，到强调突防突击的金飞镖，从对抗空战竞赛考核金头盔比赛，再到强化空地协同防空的蓝盾演习，最后到增强电子战能力的情电演练，空军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5大品牌直指未来战场。我们看到，在戈壁大漠、雪域高原、东南沿海展开的演习演练，协同越来越默契，对抗越来越激烈。围绕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空军，构建起了新时代的空军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我是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张练林，驾驶歼十战机已经有13年了。我是人民空军第9批女飞行员叶诺南，我驾驶的战机是歼轰7A。我是1985年入选中国空军飞行院校，成为中国空军飞行梦的一个级别。作为人民空军的一份子，我倍感骄傲，希望在祖国的国防事业上贡献一份我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们的空军发展越来越快，飞行员的能力素质越来越高。我是运九飞机机长陈文武，祝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展现空天力量，传播空天文化。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之际，空军向广大胸怀蓝天梦想的有志青年发出了邀请函，来吧，空天在召唤你，也许就是下一个传奇。好了，本期的国防科工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